的是薯条，因为我原本想要做薯条，他觉得它太难了，所以我要做他的这只警车侠。对，我是自己编的，虽然不是他的样貌，但我是自己编的。警车是那什么？这个吗？不是，开音那第一集的时候，大家应该都知道。第一集那个有一台车一直在骚扰大家，那个是可爱的东西。好，警车包围这个犯人。好，他是那个塞车的，他车速在这个，这是他的耳机，他耳机太大。我要看这只可爱的东西，我要做他的盾牌，因为那个字太难了，所以我用这个韩国符号。我也是自创啊，做他星星放旁边。什么？我刚才做的警车韩国牌子，我打算把它贴在上面。其实好像那什么，您的目的地就在这里。我做出一个世界最圆的东西了，做一个爱心啊，因为我的警车是女的。应该是需要快快除掉吧。终于除掉师母了。鬼灭天竺鼠车车，蛮有趣的。不然我来做明道子，你做炭治郎好了。轻。我做好了，哇，这真的太像了。妈妈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现在目的地即将在这。那个是什么？那种地图上面都会有浮一个那个可爱的小水滴呀、啊。可是这个是我的奖牌。你那个是 Google 的标志，对不对？装好了，用好啦！但是我要瞄下它的那个嘴巴、耳朵，只要用一团小小的球球把它盖上去就可以了。可是要有点那个叶子形状，对？不要，这那么大呢！这盾牌那么大，当耳朵这耳朵只能那么大咯。啊！我要做他的警车标志了，义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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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干嘛叫义勇啊？义勇义勇，义勇会讨厌哦，义勇会更讨人厌哦，因为你去叫他义勇义勇的故事吧。这九十车车还真的是呢。嗯，可是我觉得太厉害了。太恐怖了，没有眼睛。没有人在唱那首歌啊。我跟各位回答一下，天鼠鼠车车的眼睛是不是这个呢？有点太大了。姐姐说不是，那请问观众说是不是嘞？没有，是，我们的压瓶器，把它这个球放到里面。我们要计时喽。
替我紧张。噔噔噔噔噔噔！哎呦，我踢到了，踢到狗尾巴了。我拿菜。狗尾巴，只要我打破狗尾巴，我就要付几万。完成啦！掉眼睛啦！够，可以。我的天使鼠车车，我自己创造的警车，它的盾牌我还有做出来，它的盾牌就是警车的那个，一摇一摇，然后是它这个眼睛要连起来吗？要，我就是指定这个眼睛的，这种眼睛太可爱了。来，来了，谁把那个蜘蛛线砍断了？他要记得订阅我。